争取2016高雄米兹诺国际马拉松赛。我们期许所有的选手挑战自我，争取总奖金147万的荣耀。祝福大家都能够突破极限，创造人生马拉松最佳的纪录。跟大家讲，兄弟多啦多谢，谢谢。协力团队的成员，我们明天再见，高雄。